家好，在之前的环岛准备影片啊，或是之后就是刚好在环岛的时候遇到车祸的时候，我都有跟大家提到，就是我随身都会携带急救包，然后呢，我的急救包也确实有派上用场过。那在当时还有在后面的影片呢，就很多网友他就是回应说，希望来看看急救包的开箱，还有就是我的急救包有哪些东西。那今天呢，就是特别帮大家把我所有的急救包给集合起来，然后跟大家开箱分享一下我的急救包到底有哪些东西，还有就是你应该怎么准备自己的急救包。那首先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三个急救包。首先这个最小的就是我上班随身携带的，它会在我上班的公司背包里面，因为它的体积最小，就只有一些很必备的东西，那等于说是自用或是应急的时候使用，所以它就是放在我的公司背包里面随身携带的。然后在这一个呢，就是这一次我在环岛的时候带出去的，如果我要出门旅游或是出远门的话，我基本上就会带这个包包，它的东西比较多，然后比较齐全，但是就是车子要有行李箱或是要有后箱等等的会比较方便，适合有车厢的车款。那再来就是这个，就是我放在206上面的，它的体积比较大，那它准备的耗材也最多。那这个呢，它的准备方式就是依照汽车的使用状况去准备的。好了，那现在呢，我们就先来开箱，看看这几个急救包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首先呢，我们先从最小的开始开好了。那首先呢，我们就先从这个最小急救包开始开。那它就是我平常上班会随身携带的，每天都带在身上。只要我骑机车出门，它在我的包包里面。然后呢，我是出门工作的话，它就是会在我的身上。那这个急救包它准备的东西就很简单，首先就是手套。那你在处理这种事情的时候呢，记得一定要戴上手套，因为你不知道你的手有没有伤口，对方有没有一些传染病，所以说你要帮人家的时候也要做好自保，那手套是一定要有的。再来就是我一直跟他讲说很重要的，遇到紧急的外伤可以救人一命的战术止血带，也是在这个包包里面。那再来呢就是生理食盐水，我准备几罐生理食盐水在这里面。然后再来就是纱布片，4×4的纱布片，这也是消防局他们在救护车上面备的最大量使用的一种尺寸，4×4的。当然，他们救护车上面还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就是给烧烫伤用或是大面积擦伤用的。不过呢，他们最常使用就是4×4的纱布片。那大家可以看到，我是买比较小的，比较小包、比较薄的，它的片数没那么多，但是它的每一片都是无菌包装的。那这个就是我在后面会再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做。好，那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我身上随身携带急救包，就是这几个东西，非常的简单。那它这个急救包的用途呢，就是我今天在路上，如果自己不小心被东西划伤手啊，或是说不小心受伤的时候，我可以来帮自己稍微简单的止血或包扎。那在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我也可以有限度的去帮人家处理。那因为这个就是要随身携带的，然后我的包包其实也要放一些其他的公司的文件啊，或是一些必要的资料等等的，所以这个包包的好处就是你不能做得太大，应该说这个包包它准备的重点就是你不能把它做得太大个，要轻巧好带，然后可以随身携带，不然的话东西太多太大的话，你会没办法把它带出门上班的，所以说这就是我随身携带的包包。那接着第二个就是。在上次的影片中，就是我遇到车祸帮人家的影片中出现的这一个包包。这个包包呢，就是我出游的时候会带的急救包。那这个包包呢，它的东西也是最齐全的。然后这个包包它使用频率就是，我只要带出门骑车就会使用它。所以说这个包包它东西就是比较多。那我们现在打开看一下，首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包包里面真的塞得很满。那一样手套有。然后呢，我还有准备，就是这边也是手套，只不过这个包装是比较，怎么讲，包的比较无菌的、啊，是无菌包装的手套，只是现在看起来好像有点破损，之后再把它换掉。那再来呢，就是纱布也有，纱布垫在这边，就是一样，就是准备比较薄的纱布，然后准备好几包4×4纱布。那再就是 3M 的透气胶带，我是选择这一种包装的，它就是比较好保存，一样就是。撕了就可以使用，非常的方便。那再来另外一边呢，就是在这边还有一个就是血氧浓度侦测器，但是这个一般来讲不用备，因为我是 ENT， 那这个东西会操作，所以就是有备着。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瞳孔笔，那这个对于一般的急救来讲也是，我这个瞳孔笔好像没电了。瞳孔笔呢，就是对于一般人而言也是不必备的，也是。比较有学过急救技巧才会使用这个东西。那口罩我又备一个，它就是三角巾、弹绷，
那再最重要是最重要就是我的这一支剪刀，这支是 Leatherman 的剪刀。那这支剪刀呢，它是战术剪，很多消防的 EMT 他们也有用这支剪刀。这支剪刀功能非常的多，它不但可以折叠之后呢，然后用它的碳化钨的头去破窗，然后呢，它还有缆绳切割器，就是在这一边，它有一个安全带的或是缆绳的切断器，就是如果遇到它被电线啊，电线如果没断线是很危险，就是它被一些绳索或是工地的一些绑帆布的那个细尼龙绳给缠住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把那个尼龙绳给割断，快速把人给脱困出来。那再就是它的剪刀的刀刃跟厚实度也是最强的，所以这支剪刀它的价格非常昂贵，但是它保固20年，而且它的这支剪刀它的性能真的非常的好用。那我自己使用起来是觉得这把剪刀的性能真的是没话讲，就是如果坏了一定也是再买一支一模一样的，这支剪刀真的很好用。只是如果平常是对急救没有涉略的人，可能就是不知道它好用在哪边就是了。好，那再就是一样在这边有放生理食盐水，一样是这种小罐装的，然后因为这个包包比较大，我就放了比较多罐食盐水。那大家一定会疑惑，那我的战术止血带在哪边呢？其实呢，我出远门的时候，这个包包也是会在身上的，所以说战术止血带就是在这里面。那这边我就没有另外再备一条战术止血带了。所以这个包包主要就是它的东西很多，它是比较丰富，然后有一些 EMT 它用得到的东西，像是西氧浓度侦测、瞳孔笔，这些都是我们 EMT 在现场在评估创伤患者的时候会用到的东西，所以就是有备在里面。好，那接着呢，我们就准备来开箱206它的急救包到底有什么东西。这个是我放在汽车上面的急救包，然后呢，这个急救包是在 IKEA 买的，它就是外出旅游用的整理袋。好，我现在把它打开给大家看一下。来，这个就是206急救包，它的东西，它包包是最大的。然后东西呢，其实如果你是开欧系车，像是奥迪、福斯、宾士、BMW 都知道，欧系车他们买来的时候上面都有备一个急救包给你。那这个包包的准备呢，基本上我就是照着那个去参考，然后再自己准备的。首先呢，它的弹绷我就准备比较多，准备两条弹绷。那再来就是纱布我也是准备很多包，就在这边。纱布我也准备很多。那一样，它的那个透气胶带，我也是用这种比较好保存的，一样在这边透气胶带。然后这个一样，我做一个头，就是让它比较好撕的头。OK， 透气胶带在这边。还有就是有一些，平常就是可以用来消毒一些东西的酒棉，如果器材用过之后，也可以直接在就地消毒。那再就是手套，这边手套呢，这是小擦布块，手套我是放在另外一边。手套我一样是用这一种，就是整个无菌包装的手套，因为206这个急救包呢是平常常放于汽车上的，所以说它的使用频率一定是最低的。那这个手套呢，就是用比较好保存的灭菌包装。那战术止血带也是一定有的，再一样就是生理食盐水，只是206它这个包包因为比较大，所以生理食盐水我放的数量非常的多，放了1、2、3、4、5、6、7、8罐吧，8到10罐的生理食盐水备在这边，所以它的急救包的那个量耗材量是最多的，但是东西的丰富程度还是刚刚那一个急救包比较多。那当然一样还有剪刀，这个剪刀就是功能比较简单，它就是单纯剪衣物的，然后剪纱布。然后还可以在现场剪一些简单的小东西，它就不像刚刚那个 Leatherman 的战术剪，它的功能是这么齐全、这么强大，还可以做一些简单的破窗动作。然后呢，咻，把它盖起来。然后呢，我的这三个急救包呢，其实东西大致上定期都会做一个巡检啦。那这个就是我在后面再跟大家讲一下。那简单来讲，这就是我目前三个急救包，一个是上班带的，然后一个是出游的时候会带出去，然后再一个就是常备在我的206上面的。那这也是解大家一个疑惑，就是到底我的急救包都放些什么东西。那这一次开箱就到这边，下一集我会跟大家讲说，到底你要怎么准备你自己的急救包，然后你要怎么依用途去准备，还有就是为什么我会放这些东西。好啦，那这次的开箱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谢谢大家，拜拜。